是求下列各向量的长度。好，第一小题 ，A 向量的长度呢，我们就用 x 分量的平方加上 y 分量的平方，再开根号。好，那负号经过平方就不见了嘛，所以它就是很标准的6、8、10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长度呢就等于10。再来第二小题 ，B 向量的长度呢，一样的算法，来 x 分量平方加 y 分量平方之后开根号，所以它的长度呢就是根号5。